王家卫为某品牌拍摄了圣诞系列的彩妆广告。今日举行的派对，出席嘉宾有朱莉安娜 S、廖碧儿、温碧霞、李依林等。现场有播出拍摄花絮和广告，花絮中见到王家卫正监督拍摄过程，但今日王家卫并没有出席活动。廖碧儿露背装极为抢眼，温碧霞接受简短访问，透露自己近期工作。因为最近刚好我的新的电影跟唱片都要出了，所以会比较忙。